最近呢，租产的效益挺好的，我呢买了个新手机。哦，那旧手机该咋办呀？姐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哎呀，给我，我要。你干嘛呀？给我，我要，我要啊，姐，给我。姐，说说你们姐弟俩为啥想要这部手机呀？我都上大学了，我一个人在外地，没有个手机联系不到，我丢了咋办？也是啊，那你呢？姐，你看啊，我马上就要考试了，我不需要一部手机来查阅资料吗？你们说的呢，都挺有道理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手机只有一部，该给谁呢？肯定是给我呀，姐，你说是不是？姐，你平时对我最好了，这个手机肯定是给我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咱们家呢，一直都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我呢出几个脑筋急转弯的题，你们俩谁答对的多，这个手机啊就归谁。有意见没？没意见，处理。第一题，熊剪了指甲，它是什么？熊剪了指甲是什么？那顶天的就是一没指甲的熊。嘿嘿，你错了，那是能。姐，对不？对。第一题，小黑获胜。请听第二题。一条蜈蚣，它有100条腿，从一坨粑粑上爬过去，为什么只留下了99个脚印呢？100条腿，哎，这个我知道，它肯定是有一条腿陷里边了，粑粑太黏了。错了，小黑说那是因为那坨粑粑实在是太臭了，那是蜈蚣拿一只蹄子捂着鼻子，哎呦我去，所以留下99个脚印，对不？完全正确。请听第三题，皮卡丘它站起来叫啥？站起来？姐，那动画片我看过，那玩意儿太胖，那根本站不起来。姐，我说你啊，你说你咋那么死板呢？咱姐出的是脑筋急转弯啊，知道吗？那皮卡丘它站起来，那是皮卡兵，知道不？为啥？还为啥？不是皮卡丘吗？下面加俩腿，那不就是皮卡兵吗？你真是强词夺理。什么强词夺理啊？姐，你就说我回答对了没？没毛病。小黑呢，3道题都回答对了，这个手机归你了。姐，谢谢。哼，就我这脑子，我能得到这部手机那是实至名归，你有意见没？这是媳妇儿啊，这是。这天热的，
我杀嗓子杀得我手都疼了。你说跟你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你都舍不得给我买个空调。买啥空调也买呀，你说那空调现在那么贵，而且呢还浪费电，那买它干啥？我不管我不管，我就要买我就要买，哎呦我去，我就要买我就要买。停停停停停啊，既然呢你这么想要个空调，那这样咱呢玩个游戏吧，智商呢好不好？啥游戏啊？说。很简单，对对联游戏，只要我出上联，你呢回答下联，只要你能答出来呢，这个空调我就给你买。行，出题呗。好，请听题啊。起亚标志沃尔沃，请出下联。狼之狼空香奈儿。哦，好，算厉害。请听第二题，奥迪英菲特斯拉。迪奥娇兰圣罗朗。好，再来，别克大众法拉利。再接，听好了啊，蓝色未可波罗丁。哦，哎呀媳妇儿，看不出来呀，高，实在是高啊。你服不服了？空调买不买，我这就给你买去啊。哎媳妇儿，现在感觉凉快不？凉快是凉快，问题是你这也太埋汰了点吧。哎呦我去，这还埋汰呢媳妇儿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别看这玩意儿小啊，它可是号称小型的空调扇，又节能又环保，而且还省电。哦，那媳妇儿，我先给你做饭去了啊。嘿嘿，这哪是空调呀，这分明就是电扇嘛，这不是靠你过日子了吧。唉，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下班了？购物呢？啊，你今儿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啊，今儿啊公司也没啥事儿，所以下班早点。那啥，我要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？你说呗。哎呀，今儿啊咱妈要来家里。来就来呗，怎么了？也没怎么，就是这不是在咱家，这不是我一直都是让着你吗？今儿呢我妈来，你说你能不能那啥给我留点面子是吗？啊，完了我一会儿再告诉你们天上的喜事。哟，出息了呀，知道给自己长点面子。行，我今儿啊就给你这个面子，但是呢你说的那个喜事要是过不了我这个坎儿的话，你今儿啊就凉了。哎呀媳妇，哎呦我最好了。点起。儿子。妈来了，来来来，进进进。哎呀，别换鞋子了，直接进吧。走走。哎，妈来了呀，来来里边坐，里边坐，我先收拾一下啊。把你脱了。哎呀妈，我说你来就来吧，你买这东西干啥呀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听别人说嘛，这楼房热，那哪能像村里呀，是不是？哎呀。妈，你就有所不知了啊，咱们这楼房啊现在盖老好了，冬暖夏凉，我们这风扇根本用不着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想，哎呀，不是怕你热着吗？妈，你有心了啊。哎，我说媳妇儿，你说你能不能拖地利索点啊，妈都来一阵儿了，现在都饿了，你咋还不做饭呢？知道了知道了，我这马上拖完了。那个啥，你出去买点菜，厨房没菜了啊。买菜？我买啥菜呀？这家里的这些生活费用不是都一直你保管着吗？这买菜活啥时候轮到我干了呢？生活费是在我这儿，但是你没点私房钱吗？哎，不是，我说你咋又跟我提这事儿呢？啊，我藏点私房钱我这怎么了？我喝点酒咋了？不是我说啊，我今儿给你撂个狠话啊，话给你撂这儿了。以后地你拖啊，还有家务活都是你干，衣服你洗，因为饭也都是你做，知道不？哦，妈你没事。行，我去买菜还不行吗？哎呀，儿子，你别
别这样，家和万事兴。哎，你说你，哎呀，妈呀，没事儿啊。再说了，我是这个家一家之主，我干点啥事心里能没谱吗？是不？哎，行行行，你大了，心里有点数啊。哎，媳妇儿，我把妈妈送走了。哎呦我去！刺激不刺激？刺激。爽不爽？啊，爽。那赶紧的，拖地去呗。哎，好嘞。哎，等等。啊？是不是还差点啥？啊，对。媳妇儿，这是我今儿刚开的工资。赶紧的，拖地去呗，想啥呢在那儿。